22日，时尚茶文化电视剧《明定金石缘》在福建举办了新闻发布会，剧中主演毛琳琳、任东林等人悉数到场助阵，与大家一起分享他们鱼戏结缘、鱼茶结缘的故事。《明定金石缘》选景于福建，讲述了两大茶商家族纠葛几代的纷纷扰扰。青年演员毛琳琳在剧中饰演了清高但是善良的茶庄大小姐沈南心，她与任东林饰演的唐可卿因为喜欢而结缘，也因为家族而结怨，在剧中展开了情感与比拼的多重好戏。据悉，该剧将于近日开拍，也会有更多实力明星前来助阵，相信届时一定会给观众奉上一部精彩大剧。优酷娱乐播报，福建报道。上百位搞笑牛人带来属于网络的欢乐才艺。这是优酷为您带来的《我是传奇二》欢乐集。